今天过生日，给孩子做一锅好的大龙虾面包蟹。下锅。哎呀，大龙虾。大姨，我今天过生日，我能不能要个小红心呀？可以啊，你跟叔叔阿姨要一个吧。叔叔阿姨，给我一个小红心。今天我过生日。孩子都要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诺诺，你今天过生日有什么愿望？我想要叔叔阿姨手上的小红心。孩子今天过生日，给就给一个吧。祝孩子生日快乐，加点山泉水。哎呀，下锅，盖上锅盖，下个视频开始吃。